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七掌柜。今天七掌柜带大家来到台中龙井三阳玉府天宫，见证全台最大的通天香炉安座大典。三阳玉府天宫主祀神尊是玉皇上帝，拥有台湾市内最大的玉帝金身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可以参考七掌柜之前做的这集哦。欢迎光临掌柜说，我们是一个关于转运、祈福、变好命的频道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把影片看完也没有关系，记得先订阅，把掌柜说频道存起来，这样才不会找不到我们哦。三阳玉府天宫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这里有长 6.2 尺的通天香，可以让信众进献参拜。相传通天香古代只有天子祭天时才能使用，是最庄严慎重的祭祀仪式。借由通天香上禀天庭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所以用通天香来向玉帝祈福，可以说是最有效灵验的方式。也因此缘故，在这原本的天宫炉总是被全台各地蜂拥来的信众插香插到爆满，常常只能请师兄姐有空档的时候再为信众插香，无法让他们亲身感受插上通天香的神威加持。所以经过请示玉帝之后，决定打造这座全台最大的香炉来满足全台信众。这座天宫炉重约 4.6 吨，含炉顶整体，全长约 6.4 公尺，宽 2.1 公尺，高 4.7 公尺，几乎已是两层楼高。上面还有八只巨大的龙柱，象征八龙开道畅行无阻，能帮信众心愿更快的上禀到玉帝，帮助每个信众都能有求必应，心愿圆满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七掌柜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三阳玉府天宫，亲自感受通天香炉的宏伟壮观，以及用通天大龙香向玉帝祈愿的神威灵验加持哦。最后，我们也透过镜头带大家来看看这座全台最大的通天大香炉安座大殿，目前也有开放信众认捐通天大香炉的建置功德，名额有限哦，欢迎大家来向庙方洽询，供职福田哦。
到影片的最后，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，可以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。也请你动动小手，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有你的支持，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购，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庙给大家哦。我们下次见。